是子宫底。嗯，这是输卵管开口那个洞。这是输卵管开口。这是右边。这是右边。另外一边的开口，把这边堵住。这个开口有点堵住。这个开口有点堵住。那这个水泡过不去。嗯。院长，你现在给他灌水。像这个洞，我就很明显这个洞。这是第三张。那这边的子宫壁，当时来讲。